暂时各位不要闭上眼睛，我要求各位睁开眼睛看前方，用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风景画。各位都看过风景画，冥想一个你很喜欢的一幅风景画在你的眼前，有美丽的丛林，有山，有水，有美丽的鲜花。我要你冥想，慢慢走进这个风景画。走进去以后，找个舒服的地方坐着。慢慢坐着，舒服呼吸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眼皮开始有点放松，有点舒服的疲倦，就把眼睛闭起来。当你闭起眼睛后，把心收回来，不造作，不去哪儿，给自己一个完全宁静的时刻。每一个平静的呼吸，让你能够更放松，更平静。我要邀请你用丰富的想象力，想象此刻在你头部的顶端，有一股宇宙深处洒下的神圣净色疗愈的光。慢慢的呼吸，在呼吸中慢慢去感受这一股宇宙深处洒下的金色疗愈光芒，正丰沛的自由的在你的额头盘旋着。我要邀请你开始深深的吸口气，慢慢的吸入这一股金色的光进入你的额头，清楚地感受到这一股金色的光在额头正缓慢自由丰沛地盘旋着。每一个盘旋，每一个滋润，让你清楚地感受到平静，感受到头脑一个深沉寂静下的智慧，觉得好清明，好自在。慢慢地伴随着呼吸，将这一股光推送到眼睛，在这一股金色疗愈光芒的滋润抚慰中，感觉到眼睛好舒服的放松，感觉到眼皮正如此轻柔地贴附在眼球上，好舒服的，轻柔的，像个初恋的女孩，轻柔的贴附在眼球上，贴得如此的紧，如此的放松，放松到好像想要睁开都睁不开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光伴随着呼吸推送到鼻子，清楚地感受到当吸气的时候吸入宇宙保暖的光，保暖的能量，容许这股能量推送到身体的每一处，每个器官，每个细胞，让你清楚地感觉到身体的健康，心灵的寂静跟智慧，清楚地感受到当吐气的时候，将身体里一切不需要的伴随着呼吸，伴随着光推送到身体之外。我是健康的，我接受我生命所有的存在，我是完美的。再往下，伴随着呼吸，将这一股金色的光推送到嘴唇，
上嘴唇、下嘴唇，清楚地感受到嘴唇在光的滋润中变得好松好软，两片嘴唇如此舒服轻柔地微微地张开着。这是一个宁静的时光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金色的疗愈光芒伴随着呼吸推送到颈子，清楚地感受到当这股光弥漫在颈子所有的一切，弥漫在每一寸肌肤、每一条肌肉、每一条神经血管的时候，整个的颈部变得如此的松软，好柔软，好舒服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金色疗愈的光推送到肩膀，清楚地感受到这一股疗愈的光从左边的肩膀弥漫走向右边的肩膀，在光的关照滋润抚慰下，感觉到整个的肩膀如此的放松，放下了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不必要的，放下了我，放下了我执，放下了我生命中想要什么、不想要什么的企图跟期望。就当你肩膀放下的时候，生命所有一切不必要的就在放下中都放下了。它是一个提升，它是一个欢喜，它是一个智慧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金色疗愈的光伴随着呼吸推送到胸腔，清楚地感受到当吸气的时候吸入宇宙保暖的能量，容许这股能量弥漫在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需要的地方，让你身体的每一处变得健康，变得完整，让你的心变得寂静，变得充满智慧。吐气的时候，伴随着金色的光，将身体里一切不需要的推送到身体之外，消失在遥远的他方。我清楚地理解到，我是完整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神圣能量下被抚慰的。我接受我生命所有的样子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完美的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光推送到腹部，清楚地感受到当这一股光盘绕回旋在腹部的时候，腹部每一寸肌肤、每一个腹部的器官都变得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健康。我是完整的，我是健康的。再往下，将这一股光推送到腿部，清楚地感受到在光的关照抚慰下，整个的腿部从大腿往下到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趾头，在光的关照抚慰中变得好放松，心灵变得好平静。当你此刻在绵长的呼吸下，清楚地关照整个的身体，发现整个的身体如此的放松，心灵如此的寂静，
身体放松到好像都消散无踪了。而此刻唯一剩在椅子上欢喜享受这个放松过程的，只是一颗宁静的心。我消散了，身体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个宁静智慧的心。现在在这个宁静放松的当下，你们有什么可以做？你们有什么可以想？也没有什么牵挂。此刻请跟随着我的声音，让我的声音伴随着你，去进入一个深沉愉快的睡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必刻意地放松自己，也不必刻意地入眠，因为这一切都将会自然地发生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亦步亦趋地听着，跟随着我的声音。现在你打算享受一个舒服的睡眠，请跟随着我的声音做几个平静放松入眠前的呼吸。请慢慢的舒服的吸气，三二一，感觉放松。慢慢的吐气，三二一，感觉很平静。再请慢慢的吸气，三二一，感觉放松。慢慢的吐气，三二一，心情更平静。很好，现在当你感受能够平静放松呼吸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的、自由的、慢慢的感觉到你此刻眼皮变得好松、好软、好舒服，舒服到好像想要张开都张不开了。你喜欢这样子的感觉，它好舒服。现在在这个将要舒服入眠的当下，当你正倾听我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想，想你的意思可能也在想，想如何能够让你舒服的入眠。是选择在平静多一点的时候入眠吗？是选择在放松多一点的时候入眠吗？或是就好像放下手上的行李一样，放下了那些不需要的感觉的时候入眠了吗？还是就自然而然的自动的入眠呢？我不清楚你的意识打算用什么方法让你此刻舒服的入眠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那就是现在是你的潜意识正在默默的运作，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让你能够舒服的入眠。我正在猜想，你可能也会好奇，好奇这个舒服的睡眠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每一个人都能够舒服的入眠。现在当你舒服的躺在床上享受睡眠的时刻，你的潜意识也正在开启它的回忆机制，让你能够回想到以前轻松平静欢喜的时光。还记得曾经在某个月光的夜晚，
你舒服的慢慢的踏着月色，在一个美丽的公园中散步吗？你可还记得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你赤裸着双脚踏着温暖的沙滩，踏着洁白的细沙，平静自由的慢慢的走在沙滩上吗？你可还记得某一天，你舒服入神的坐在沙发上看着欢喜的节目吗？现在当你正舒服的躺着或者坐着准备入眠的时候，这一切宁静欢喜的经验又重新涌入了你的心，涌入了你的脑海中，让你感觉到身体轻柔自然的放松，让你的心感觉到平静安心自在。你的身体放松到好像是一片轻柔洁白的羽毛，洁白的羽毛在微风轻柔的浮动中舒服地在空中自由地飘动，越飘越高，越飘越远。慢慢地，当你感觉到这片羽毛飘散到消散无踪的时候，你会自动感觉即将舒服的入眠。现在当你的身体正舒服地躺着或者坐着，你的潜意识选择了享受入眠前轻松自在的感觉，它为你释放了一切不再被需要的东西，一切不再被需要的想法，让你能够感觉到平静放松自在。现在你没有什么可以做，没有什么可以想，没有什么牵挂，你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舒服，越来越宁静安详，宁静安详到周遭一切都消散了，而此刻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个放松的身体，一颗寂静的心。而整个晚上你都会自然的轻松的无念的进入深沉舒服无梦的睡眠。很好，thank you.
you.